人民日报评李云迪嫖娼被拘，黑白琴键不容涉黄。新浪娱乐讯10月21日，目前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。随后，人民日报评李云迪被拘一事，昔日的钢琴王子登上违法失德艺人名单，令人唏嘘。黑白琴键不容涉黄，人生正道不容走歪。越是公众人物，越需爱惜羽毛。一旦倒在荆棘里，想翻身都难。一旦毁掉人设，再高的技艺也弹不尽悲伤。